黄梅虾、牙菇焖猪肉、香港剑兰、五宝斋菜。这个我们叫宝饼，应该就是春卷吧。人参鸡汤。今天我要挑战全中餐。黑木耳，我也不知道是叫什么。鲜包药材鸡汤。我不懂什么是什么。一坨。羊肉。我不要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五宝斋菜，软骨，这个我们叫牙菇，就是我们过年会吃的东西，牙菇吧，应该是。有点像土豆，但它比土豆要好吃。倒下去，给它倒进去。黄梨，黄梨虾，春卷，最后一道菜了。这些东西。柴鸡汤，哇！天哪，我终于煮完了。